厚重的铁门，很有历史的气息呀。哦哟，进来之后浑身阴凉。哇，这上面还都写着字儿呢，你们看到没有？今天带你们去一个非常刺激的地方哈，当地的粉丝告诉我，在五。扔了不好，然后放在这儿了吧。
哦，上面写的是1914年生人。哦，1914年的话，他现在不得100多岁了吗？哦，1988年没的。1988年没的话，应该也是70多，挺多呀。这每一个框架上边还写着名字呢，现在这里边的老前辈估计都挪到终点站里边去了吧，搬家了哈。在这里边没有发现遗留的老前辈，说明是都迁走了。哇，不过现在是下午，正午阳光正足的时候，但是我在这里边待着我有一点点不太舒服。咱们出去吧。哎呀，出来之后阳光晒在身上之后，还是挺爽的哦。虽然说今天的阳光不是特别好，但是也闹不清这是一种气场呀，还是一种什么东西？那就是可能是里边常年不见阳光啥的吧。里边跟外边就是浑然就是两个天地。不过今天也是什么也没找到啊，里边也没有什么老前辈呀，也没有阿飘啊什么的。好了，就这样啊，朋友们，下期见啊，拜拜。